我觉得我看大家这么热情来接我们，我觉得肯定是大家对老女排那种情节吧，包括我们又时隔这么多年，然后夺冠，我觉得是大家的期望吧。我觉得给我们建立了信心吧，就是虽然说是打了冠军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可以，就是有潜力可以进步的地方。期望我们继续努力吧，往更高的那个目标努力。 你给我，你给我弄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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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